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进来教室，好牛谁？咨询。你有没机器？好，就用这两个人吧。高斯跟阿古。高斯，我怎么没有水威二形态？没关系，威二不就是拉剑吗？是啊，就是没有拉剑的六是拉剑。你为什么给我点头？不知道。年六吧。我站，让你一个人对战。好。哎，等我，等我变。我走人。等我变个身。啊！变好了没有？好。哇，你别吸引他注意力，只要我一个人就行了。只要我一个人就行了，不用你这个弱者。我挡不住他。不用你这个弱者就行，只要我就行了。嘿，我就负责抱他是吧？哼，还想抱我？是我啦，给你。看到没？这跟雷杰多一模一样，因为他是雷杰多是跟……是他跟杰斯提斯合体的吗？对。怎么可能？明明就是。看到没？这不就是那个？难道雷杰多一个人的能力有他们两个人能力？对。难怪那么强。对，给你。看到没？这不就是他那个？呵，我来了。别慌张。哎呦，所以给他一脚的机会。哇！完了，你把我撞倒。你要保护啊？对呀，我想保护你都保护不了。我在你背后。呵。发不出来，这么短怎么发？给你。哼。晚安。哎呦！我看我要出手了。对。给你。跳。哎，我临死填了你。接招！哇，真的接招了！还这么听话这一次，你这么听话，帮你一拳。你发吧，你给我补血吧。我补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切换形态了，早上我就不切换了。晕线值长就让它长了。什么？你晕线值长的时候才会补血吗？不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好像这个形态才对，我这个形态才能补。我刚变了，第三个就不能补吗？对，这个形态因为殉职会自动降。来吧，就凭你这技术还想跟我斗？哎，别动，我来。你也太弱了吧！好，这个交给你好了。好。这个这么弱了，我还打不过他。连妄想三文都打不过的话，这样你也能破了？哼，想来找我是吧？哇，我摔得好惨！来打！呵，哼。还想重拳，就是打他。好，我来帮你补水。要补水吧？给不给补？是你吐出来的，还敢说？你吐出来了，我不确定是一还是二。应该是一吧。这是谁啊？铠甲勇士。这铠甲勇士吗？对。为什么？我全部都不是哎，全部都不能那个加血，都是 K 人的。这艾斯杀手，你说他是铠甲勇士？
你铠甲勇士会不会很生气？喂，我来吧。还有，我就看着你被他打死。好，那你后退，后退。你别追我，你别追我，你别追我。你把他抱过来就行了。好，可以了，过来。我走了，兄弟。哇，他又是要打我，你跟我有仇是吧？他来了。有仇。来。啊，我要走了。又来，又来，又来找我。把他抱过来。抱不动，他很会跑，这艾斯杀手很灵活的。别画图标。好，来了。哎，好，我躲起来了，我已经躲到地底下了。他怎么也有那个高斯的那一招？那是盖亚的。盖亚的那一招。他在干嘛？哎，你完了，你完了。哇，还好我、欸、哇，我为你挡招，好惨！三招你怎么挡一招就没了？啊？为什么？好，你来打吧。为什么三招你挡一招就算了？他说的，若你兄弟来挡，就只送一招。来吧，众群，安武，结束他。两个人都发出来了吗？没有。那我一个人结束不了的。对，你很太弱了。接住我的火球。水球啊，看。怎么一滴血都没去？你去耍我吗？重拳，重拳丢了。不用不用，还那么多血，重拳也没办法。这样很浪费的，浪费微训值。是输，哎，怎么又是我发出来？对，你大招太弱了，很容易发出来吧 ？KO 了，这下可以今天结束，拜拜。